水，你抱拿着一下。好，真的，检查一下顺哥的皮夹，有没有任何的问题？等一下，钱包拿出来，不然人家看不到。好，财不露白，财不露。那你是要把它变不见呢，还是把钱变多呢，还是怎么样？我要让你的皮夹变色。哎呦，这顺哥的皮夹里面还有钱，对不对？三、二、一，变色，变色了！It's magic！ 变红色了，我喜欢这个颜色大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少忠竟然把顺哥心爱的皮夹当面丢进颜料当中，蓄意引燃顺哥怒火的整人计划会顺利进行下去吗？让我们看下去呗。是，那个皮夹是我老婆送给我的纪念的。真的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把它变回变回黑色，好不好？黑色。要那是真的，我的皮夹你把我拿上去就到蓝色了，就这样子。你现在是还我一个新的还是怎么样？哎呦，被激到完全翻脸的顺哥，究竟小钟该如何收尾呢？这样玩的吗？不是，大老同志，我是很尊敬你们，没有问题。但是这样搞，我带回去，小铁你不是不认识呢？应该有办法。这请一下，想个办法。那没有关系，那你们就去我们家跟我老婆讲，要不然他就讲说，因为年轻人他很注重这种东西，他讲说，我送你的，你现在马上拿去弄道具，那我以后我的心送给你，马上拿去弄。搬家好了啦，顺哥，我跟你赔不是，那就不是，没有，钟哥，我们大家都好朋友，这都无所谓。我的眼镜也可以变色，看看，这是制作单位，啊，顺哥，好。变红色，戴上去。这回气到无话可说的顺哥，将要遭到整人计划最终的冲击喽。其实我跟你讲啦，不要那么紧张啦。其实这个是调包过的啦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啦。没有，我就没有办法交代。没有，我也很麻烦。真的调包，你看一下。都假的啦！他的皮夹在哪里？他的皮夹在这里，在哪里？真的吗？又在那里。在干过程当中，把皮包也掉包了，所以干嘛？又是我。我刚刚已经不知不觉的把钱包都甩掉。不是，等一下。现在是真的假的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以前就是很没有注重这些东西，我的厝出很多问题啊。你别管我，真的假的？这假啦，这拢假啦，假机啦，都假钞了。他掉包了，掉包了，掉包了。这怎么弄？这我也不知道。来哦，来哦，视觉的冲击。来，反过来，我转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好，那个手机。哎，啊，你那个跟着一个。哦，腰缠。好，摸看，导演，你压开，里面有一个皮夹，看一下，证件，真钱，钱，这金价级 ，OK 的 ，OK 啊，耶，哦，魔术效果，魔术效果，漂亮，谢谢顺哥，漂亮。真的有吓到顺哥，这个变色的魔术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几点收工？我们大概9点10点吧。对，我早一群人在下面等你，大家做个朋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这样弄吗？好，是他吗？现在所有的业障都是他吗？好不好？精彩的魔术，漂亮啊！哦，碎。厉害！顺哥，我真的吓坏了。我脸上还有东西呢。金矿，很好，哦耶！
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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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制造所，哇！我相信呢，想有明星梦的朋友一定是很多人都有的。对，但是要当明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有机会。嗯啊，如果你是素人，长得又像明星的话，赶快来我们这个地方，你会很快就爆红了。这个舞台提供给所有有明星气质的、有明星梦的准备的，对，而且根本你就已经有明星的感受的。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了。今天呢，先欢迎一下我们几位要为我们选出明日之星的朋友。对，明星就是明日之星嘛，啊，当然了，这几位也是目前来讲这个演艺圈算是非常走红的，算是这个曝光率很高的，很高，对不对？对，算是这个一王三后的组合啊。这几位都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刘雨柔大哥，今天新造型啊，那真的欢迎下一位哦，明气。偶像的代表啊，的确是。好，下一位欢迎张琪慧小姐。你好，欢迎李延景。李延景曾经被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媒体形容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影星啊，是吧？是哪一位啊？章子怡。好，你们好像台湾章子怡。章子怡，其实有哦，那个神韵有像哦，但是气质不是很像。对。对啊，要章子怡卖章鱼烧行不行？你的脸，你的脸稍微再窄一点，这边两边的脸再稍微窄一点，就真的神似度有60%，啊，好很多，这样子好很多。好，接下来的评审不值得四位啊，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一位啊，是华人华语华人歌唱当中可以说是知名的摇滚天王，在台湾有呢台语摇滚皇帝的称号，只要有他在场，别人拜拜都孙呐，孙呐。他永远唱完歌后叫昂啦，欢迎摇滚诗人伍佰，伍佰来啦！哎呦，嘿 ，B C D 的位，嘿，无漏掉，嘿，无漏我。等待阮身边，为何我那年我用时间转瞬，只愿留我一个人回望。原来安尼说，原来是安尼，原来是安尼说。法带这种，黄立行，太强不换，挥臂撞到地上，大脸太长不换，会粘到屁股上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粘到屁股上？不要乱 Q 嘛！你这样很像黄立行，可以让我带回去，我没有钱，带回家就500上升了。我是500，朱朝阳12年挂抛啊，天天都可以安了。是啊，而且如果你拿椅子给我，我又会变。哦，接椅子恐怖了。给了吗？好，是音乐。哎呦，你看，痛。上，国民不能破林子，国民不能破破壁。爱你哦，天高地大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啊啊啊！命运，命运的几多声？掌声鼓励。好精彩！
跟你讲，你说他这个脸色跟橡皮一样，他在揪在一起的时候，学他那吐舌头的时候，有没有不自然的晃动的时候？因为太像了。还要看别人吗？当然，我还有七八十个，七八十个。那再来一个，来再来一个，陈冠希，陈冠希，你们七八十个嘛，来陈冠希。你刚好点到我不会。我跟你留一点东西啊。好吧，下一次都全部用光，我都很替你担心。下一集还可以来，太精彩了，掌声给他鼓励。好，谢谢。所以500就做，是。接下来呢，看了一个刚刚看到重量级很挂抛啊的，接下来要欢迎这一位比较属于柔情似水的，哦，这个算是资深的忧郁的王子啊，忧郁王子，唱歌很忧郁啊。让我们欢迎姜育恒，欢迎。哦，哎呦，我本人跟姜育恒掌声欢迎。哎呦，怎么就冷静？再回首，愿这段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。后又向谁诉说？再回首，背影已远走。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掌声欢迎陈志豪先生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个感觉真的是好像，因为他的歌声对不对？我这上面资料上写的是你在世界各地模仿，其实常常都有表演，因为刚好你的歌喉歌艺也不错，你还得过北京卫视两岸模仿大赛的冠军。那是那个时候是那个两岸交流啊，两岸交流，那他们那边派出他们那边的冠军。他的冠军是模仿谁？他们啊，张信哲。他模仿张信哲呢，像不像？很像，但是我比他更像。哦，掌声鼓励吧！哎呀，台湾之光，不是开玩笑。谢谢。最近又开发了一些人，什么新角色？比如说，最近有一部电影叫《十二生肖》。哎，成龙。对，因为我们常常在那个电影当中，我们看到他的有些那个脸部的表情是非常僵硬。僵硬。对，就是他固定会那个样子。哦。我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。你要用哪一首歌来模仿成龙？壮志在我胸。壮志在我胸。掌声欢迎。我成龙打醉拳。哎，有。惟妙惟肖的成龙模仿秀，下段回来精彩登场。